从下个月的1号开始，何老师将带着他全新升级版的《新城书屋》回归电视台。升级版呢，将兼顾手机端和电视屏幕，坚持网络和平台并用，内容和服务兼重。太好了，只要曾经是电视台的一员，就永远都是。我们永远都是。好了，黄书记，嗯，那我回去做方案了。行，我等着你的方案啊。好嘞，嗯，谢谢。到你了，嗯，黄书记，白杨，正式报道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上任的我们的新闻中心副主任白杨。白老师你好。刚刚白杨提到啊，我们应该从单一的硬广营销向整合营销转变，我觉得这个你可以一会儿听一下。好，白老师你请说。你在15天之内给改版的新闻进行时找到关明山啊，不然我的一元多厨房融媒体中心很难推进下去。时间紧了点吧，可以多3个小时啊。白姐，为什么是我去找关明山啊？你不是说了要更努力的工作争取进步吗？你这个事儿归你管呀。好了完了完了、赶紧上车吧。走。哎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，他叫蒋俊豪。哎，你好。这是他的男朋友，叫任杰。那我们的恋爱关系继续吗？我有说过分手吗？不过说实话啊，不管做他的普通朋友还是做他的女朋友，我都觉得挑战性很高。那无论是做你的搭档还是做你的对手，我都非常骄傲，而且我深深的知道你非常喜欢挑战，恰好我也是。谢谢你。天哪，哎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每次看到你们俩，我都有种强烈的想谈恋爱的欲望？刘总，哎，刘总，好久不见。我叫来的，你怎么跟我说一声呢？哎呦，忘了忘了啊！好，别客气，赶快坐吧，赶快坐，请坐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好漂亮的花呀！圆圆，送给你的，谢谢。你看看人家，我了解你，你不喜欢我。来吧，我们一起举杯。好，来，提两句。哎，那我先来。享受工作。同意。享受爱情。同意。享受当下。喝吧。来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请问，你爱我妈妈吗？我非常非常非常爱他。你会惹他生气让他一个人在半夜里偷着哭吗？我以前的确做过这种蠢事儿，但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了。我妈妈她有的时候很幼稚。我就喜欢她幼稚。她做饭很难吃。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做什么了？我做饭。他工作的时候很辛苦。如果他工作很辛苦呢？我会尽量想办法帮他分担辛苦。如果分担不了，那我至少能做到让他开心。你会让他永远开心吗？我不仅要让他永远开心，我还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。你发誓。我发誓。妈妈，我很开心。谢谢你，二三。谢谢。我也很开心。